近日，唐嫣穿着一条粉色长裙惊艳亮相某电影节开幕式红毯。小编看了网上的现场图，感觉唐唐当天状态超好，十分端庄大方。随后唐嫣工作室在微博上晒出了唐嫣的精修图，张张照片上唐嫣都是肤白貌美，简直小仙女一般，让粉丝看后纷纷点赞评论称，我们仙女唐真的是美到爆表，唐唐美美的。但是从外媒曝光的唐嫣未 PS 照片来看，照片中唐嫣依然五官立体，皮肤状态很好，就是感觉肤色好像黑了一度，其他还没什么变化。果然底子好，随便拍都好看。